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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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罗威。录这段旁白是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你们的帮助。这首钢琴曲是弹给一个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刚出生的女儿，一位狮子座的小公主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吝啬自己的声音，可以给她讲一个小的故事录下来。我会为这个故事配上音乐，然后希望这些故事可以陪伴着他成长，这可能是我可以给他最好的祝福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会感激每一个为他读故事给他祝福的人。请告诉我您的地址，我会写明信片寄给你们。晚安。